在肠之下呢，就是一定到这些材料叫正极了，叫正极了。哎，现在大概也是。
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最常使用的容器是，最常使用的容器是六个碳的这个蓄积网。这不是什么意思啊？只是说是直链的方式把碳给排除下来。那海参你在生活当中从来没用到，对不对？不会用到海参。但是呢，海参事实上你们都有接触过它去这个 process 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这个大陆沙拉油。它有用海参去萃取出来，大部分是好。一般来讲，像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软件的分子量，它都是一个 nanopolar 的一个极性的分子，无论怎么它都是一个极性的分子，它是一个低极性的这个化合物。所以它遇到这个油类的油脂类的化合物的时候呢，它跟它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它可以把一些油脂从这个化合物里面把它给分离出来。所以像海参呢，就常用的地方，在生活当中，就是用在这个。这个沙拉油的那个萃取，那个容器的萃取吧，会不会危险啊？它只要用的容器是一个这个纯度高的海参，经过萃取完之后，海参已经海参需要加热、低压，不用说除掉，不太会影响到它。那为什么需要用容器呢？其实呢，那大豆沙拉油的大部分含油量是很低的。为什么台湾的好朋友好像从小就习惯吃大豆沙拉油？是因为这个大豆的产品，那豆渣的油脂就会把豆渣。把它给提炼出来，当成是这个一般的食物使用。好，所以海参呢，如果说你所使用的这个当做溶剂萃取的这个分子管是纯度高的，那么怕什么？说使用的是这个纯度低的这个容器啊，溶剂有什么问题？溶剂低的这个容器里面会可能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少量的常见的软件分子，都被你们包了。好，所以即使你做萃取管，你要把它抽取干净都。所以它是怕你有一些残留的这个高分子量的这个东西，所以要在这个容器当中做完之后一些残留。所以呢，一般小型的，这是只是在解释它的这个分子式的来源哈。你的 C H 分子这个碳的这个分子，你的碳的个数对不对？所以一个碳旁边理论上呢，就是要一些四个分子，就把正确画出来，就把碳键画出来，正在辅导。看到没有？所以之前我们这个跟你讲过，待会我先教你一些命理的部分哈。你可以先从这个化学物化合物的物理证里面先把它的组织给画出来，之后把碳链的这个支链结构都画好，这时候呢再慢慢把你的氢给补齐就好，再慢慢的氢给补齐就好。所以氢呢就要补足到每个碳上都必须是这个四颗取代氢的这个全满的这个位置。然后往下看呢，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到这个火片之后，到了这个影片呢，就有一些所谓的 constitutional 的 isomer， 我们在上周的课程都介绍过这个 isomer， 对不对？异构化的这个理论哈。所以只要是同一个分子式，表示你有同样的分子量，表示你有同样组成的这个元素，可是呢，它的排列方式是不一样。所以你以这个所谓的 normal butane 跟 isomer 来看，分子是一模一样的，都是 C4H， 对不对？可是呢，它的结构组是不一样的。你把 N 末端的这个碳呢移到中间来。它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异丁烷 isobutane 的这个 structure， 就是一个 constitutional isomer。 一般而言哈，这一种 constitutional isomer 它的这个物理性质、化学性质都会不一样，大大的不一样。它的溶沸点啊等等都会产生这个性质出现哈。再慢慢把你的碳数延长，你会发现呢，随着碳数增加，你能够形成的异构物的种类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你可以像积木一样嘛，你有四个积木跟五个积木跟六个积木，你能够变成形状就越来越复杂。化学也是一样的，当我的碳数越增加的时候呢，你所能够组合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多。那改变之后呢，不能 normal butane 就简单的 normal 的值是常见的。你看，移动一个碳的位置呢，形成一个所谓的 iso butane， 然后呢，你把它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呢，这个叫做 neo butane， 叫 neo butane， 也就是它的一个。名称的命名来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了这个你要准备往内做这个基本的命名，这也是在你学命名里面最简单，但是呢是最重要的一章，它是在教你一个基本组件的这个架构，基本的组件架构，教你需要复杂的这个东西，它还是要顺着这个最一开始的这个命名的规则做的。我们在一开始会给你一个比较这个 general。在你的命名的部分，随着我们的关键机介绍越来越多之后，会有一个这个 special topic 是跟你介绍全部的命名该怎么去做，或
造成工作率的这个部分哦。好，所以一般来讲就知道了，前面这个 A B 之外的这些片段呢，指的就是它的碳数，一个碳呢就是 Man at home view， 那么下的 A N E 呢，指的就是它的这个种类，它是饱和的，就是 A N E S N， 如果它这个两个 S N 对不对？那如果到这个两个碳以后呢，出现是 double bond， 就叫 S E， 叫 S E， 那就是碳的数。一样的，火配流到火 B， 就是要一直逼着你是一个另外一个化合物，是一个化合物。好，所以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 I P C 的名称哦。有些概念，但是呢，我还是可以重新的 review 一下整个命名的这个过程。当我看到一个复杂的晚面分子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你要找出最长的碳链作为你的实验，并以此为主要的命名，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发现呢，你化合物里面呢，你可以找出两条主链的碳是一样的，那到底哪条才是一个主链？这时候呢，你要选择取代性多的那条链作为你的主链。比如说，我的化合物发出来，这碳数真的非常多。然后呢，我有两种数法，数出来的都是七个碳、八个碳为主。那到底选择哪一条是我的主链？你要选择什么？选择哪一条链上面能够放上比较多取代性？下面的例子你看。第二个，这个多度，你要呢把主链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你要开始安排你的取代性，对不对？为什么要命名它？为什么要做一个化学命名？很简单哦。当化合物出来之后，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用图在跟你解释这个你要找的化合物，对不对？就像你在写一本小说，写一本要写小说，写一本作文，写一篇作文啊，你总不会写到牛的时候坏心牛出来，对不对？你不会写小说牛坏心牛，小说牛坏心牛，你要写出它的正确的名称啊，对不对？所以呢，要有一个标准的写法，你看到这个标准写法之后呢，就知道这样子的名称对应出来的化学结构是长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称之为 IPAC， 这是一个这个国际组织哈，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化学系纯化及应用化学的这个组织，它给它的这个命名的这个规则，只要你照 IPAC 命名去命名它，你写出来的东西人家看得懂，别人写出来的这个化合物，你也可以写出相对应正确的一个结构。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哦，不会有任何一种名称画出来是标准化的，也不会有哪一幅画我们写出好几种不同的这个符号名称出来。IUPAC 是有一个命名的阶段过程哦，它告诉你要用新的这个去做命名的。好，所以当我有主链之后呢，你找出主链，我知道它是，比如说我知道它是 propane 啊，它是这个 heptane 啊，它是 octane 啊，几个碳。可是呢，我要开始安排我的取代剂，我要放在一号位、十二号位、三号位，所以呢，我要开始帮它做命名，要帮它做一个排序。所以呢，你要去选择最快的取代剂端作为你的起始的符号，然后开始帮它排序的顺序排下去，你要写出它的正确名称，就像你的号码一样嘛，对不对？好像就像这个宿舍好了，寝室好了，都在住在三楼，中间的号码嘛，不然谁算你出来？那你如果这个一条走廊过去，你可以从这边算命，从这边你可以算命。那到底你要选择从左边算还是右边算？你这样都定义出来你的一个正确的号码出来了，一样的道理。它就要给你一个门牌的数字，告诉你说三号指的就是我看到这个它的这个三号指的是什么意思，从哪一端算过来。好，第三个规则呢，当我找到主链，我也帮它的这个顺序都排好了，接下来是要帮我的取代去做命名。我们在碗内这一章里面，所有给你的例子。取代基都是晚期，不会给你其他取代基，会慢慢的推过去的。但是第一章都只会给你一个晚期，所以所有的这个 APO 的这个上进去，你只要把，比如说它是一个甲烷基的取代，你就把 AND 改成 YL， 像刚刚看到的 SN 就变 Methyl，SN 就变 Acyl，Isopropane 就变 Isopropyl， 就把 AND 改成 YL， 就可以做它的哈。最后一个重要哦，我要把写成的名称的时候，你要自己。不是位置啊，看你什么意思啊？当我要分身写出来的时候，我说三号位置有一个 methyl， 五号位置有一个 acyl， 所以我写三 methyl， 五 acyl。对哦，你要把 acyl 写在前面，因为按照 A B C D E 字母顺序排的话，一排在 M 这个前面，对不对？所以虽然它的数字号码是在后面，你要把写名称都把它拉到前面写。没有原因，这个就是 A B C D E 规则。
大家要抓到规则，大家要抓到规则。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对不对？如果你这是一个简单的分子，这个分子呢，假设它有主电，这种分子你会看作是怎样？你会直觉把这个等的刚才是主电去看它。可是你会发现，你用等去看它的时候是一二三四，这是一个碳的碳的主电结构。可是我都从上面算一二三四五六，它实际上是一个 SM 的主电结构。所以呢，我的主电一定是 SM。然后呢，我要决定我的顺序位置。一二三碰到的这个取代机，不能是取代机，因为不在我的主电上面，不在我的主电上面就是取代机啦。一二三碰到它，从这边算呢，一二三四，这个当然从主管里面算过来，教官里面算过来，所以它是一个 three dimensional SM， 不用写那个写笔，正常写就好了，它只要更低它就不在那，一般是用这个东西，不用写东西。好。那像这个分子来看它呢，这个分子的这个结构相对比较复杂了，对不对？它呢，我们刚好看这个分子，会算它的这个碳链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也可以算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六七，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它哦，如果我把这当成主链。跟我把这样子当成主电来看，事实上是都是七个碳为主电结构的。可是呢，如果我是把这张主电去看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这边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主电结构。所以呢，我会认为我们要把它定义为这个是我主电的这个结构的主要的这个命名的方式。结构长得一样，主电是要长这一条才对。我们不是说安全比较大一个长得比较厉害。没有，是看个数，看个数，看怎么算个数啊？很简单，这是我的主电，对不对？我的主电上除了氢之外，放上去就是一个取代氢，所以呢，这个也算一个。为什么？这个它这边一个两个，应该可以放两个取代氢啊。一个被放了氢，一个被放了这一坨，所以这一坨就算一个取代氢。它来讲呢，这边每一个碳呢，这个碳呢有一个氢被取代成甲氢，这个碳呢也是一个取代氢被取代成甲氢，这个是一个取代氢被取代成甲氢。一个也是取代成氢，所以它有四个取代氢，它有三个取代氢，有没有这样子的主电结构为主，来去推论我的主电体量，来分我的主电结构，这个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再往下看下去呢，你就要看到说这一些测电的名称呢，你要对它做这个很熟悉它哈，这个没问题。每次呢，你把 A 去掉，加上 Y 跟 S 又对，以及呢 SN。N 去掉，加上 YL 这边是一个 S 又滚，把一个 propane 去掉 ，pop 又滚。如果它是一个从中间去拉的，就叫 isopropane， 叫异体级，叫异体级。这是一个 beautiful structure， 对不对？我如果把一个这个 S 的部分呢拉到了末端这边来，它长得像一个 Y 字形这样。好，你看看看，它也是一个 Y 字形哦。它只是画成比较直角哈，事实上 isopropane 就是画这样，它是 Y 字形，对不对？这是 isopropyl， 你接到我们看上去，这是 isobutyl 的构型，我们很像，所以像这样子的形状，它就是一个 iso 的结构，就是一个 iso 的结构。这个呢叫 sebutyl，sebutyl 长得不一样哦，上面又长什么样子？它长这样子的，你自己把它长这样子，所以呢，它的形状长得是不一样的。iso 的呢，它是一个特殊的外形。这是 ISO 的这个画出来的时候的结构。然后呢，这是一个 Turbutyl 画出来的时候长什么样子？这是 Turbutyl 的结构。将来你就是看到它，看到这几个结构容易出现哦。它事实上会考你呢，就是说短期出现就是几个 A， 就这几个 A， 你试着画画看就知道。好，试着画画就知道哪几个啊？比如说 Acyl，Topyl，Isopropyl。比较麻烦的是 butane 的结构，这个五个通分上面是这个取代机啊，会有机会，可是这个分子非常小大，非常非常大，否则五个碳里面呢，通常都含在里面，好，比较不容易看到它多，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是不常出现。所以我可以跟你讲，你把前面这几个全部很熟悉之后，你要写进去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这边告诉你的是 ISO 这个数，它结构长什么样子，有这个特殊的 Y 字形的这个结构出现，这是一个 isopropyl， 然后呢，也是一个碳，它叫 isobutyl， 啊，
当然你都把它向右看，变成不是那个不是基本的变成说图片。就放在右看，叫 ISO Handle， 叫 ISO Handle Group，ISO Handle Group。所以会有这个 Y 字形，叫特色，叫特色，在末端的地方会有这个 Y 字形，这个像 V 一样的这个结构。好，再往下看下去呢，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啊。二级的这个这一些不同的结构里面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碳的这个存在。像这种类型来说，会有几个，它都是一个所谓的二级碳的这个分子。你知道细小的分子可以慢慢介绍它。所谓的一级、二级跟三级的这个碳哦，就是刚才我讲，就是说这个碳本身旁边接的几个非氢取代氢，如果是只有一个，叫二级碳；如果是两个非氢取代氢，这就是二级碳；如果有三个非氢取代氢，这就是它的一个三级碳。真的是三级碳，所以下面这个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的就是上面这个。我们以后会跟你强调说，这是一个一级碳的东西、二级碳的东西、三级碳的东西，指的就是。当我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基本碳呢，旁边有几个非氢取代氢、非氢取代氢。如果只有一个，有两个，有几个，三个就是三级碳。好，那如果有些是人，就是四级碳的东西，非氢也是四级碳。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这个很快的去这个预测出来的。好，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些名称给延续下去，把这个你学会的这个取代机的这个命名呢放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的结构里面来的。这是一个这个常见的这个烷类分子，对不对？它的主电里面呢有两个这个碳法，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实际上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在那么三分差开来，所以是同样，总数都是一样的。你把碳同位素管是一样的过程，所以呢，主电碳就一个一二三四六，然后有两个取代基。然后呢，接下来要看从哪边是一号啊？从这边算一二一个取代，从这边算一二三这个取代基。所以呢，从这边算你的数字，帮他做这个定序的时候，把它的方程式叫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就知道二号是放一个 maximum， 四号是放一个 axial。按照我们的规则第三，我要把它写成一个化学名称的。主电先写出来，你看到这样子的结构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先写主电。主电是什么？六个碳，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 SN。好，它有两个取代基，一个是 two maximum， 一个呢是 four axial。那我把全部写下去要怎么写的、啊？不是照号码顺序看过来哦，而是照什么？照你的第一个字首的字母顺序看过来。所以写在前面是谁？是 four maximum。所以当你正在考试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你把 SN 先写出来，再安排前面的一个字母，再把它安排出来。所以永远都先找出你的字母，才能够写出下面的。好，那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慢慢的去延长它。所以呢，你的碳数呢，一般起码你要知道十二个碳。好，它有时候是用不到十二个碳，用不到十二个碳，这个你可以看这个分子，但起码要到十个碳。这是几个这个碳呢？我们看它的主电哦。这边呢，最长是这一条的，没问题，对不对？它有十个碳，需要取代基，我们可以看从一到的，二号开始一到的，所以你看到几个碳啊？取代基啊，一个、两个、三个取代基的出现。但是三个取代基呢，同样的取代基位置分别是在二号、五号跟七号。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把取代基给浓缩起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写说这是一个 decan 则是十个碳的网，十个碳的网。上面摆上 maximum， 而这个 maximum 呢是有三个，我们就不写什么，不写 two maximum、five maximum、seven maximum 这个 decan， 而是把三个 maximum 一样的全部把它写在一起。写在一起之后怎么写？如果还是有一个，就不用写出特殊的这个数、这个字母、这个个数的这个名称了。两个以上呢在这里，两个叫 di。三个叫 tri， 四个叫 tetra。那三个叫 tri 呢？所以呢，一二三，三个甲醛叫 tri-mesyl， 叫 tri-mesyl。然后前面是放上它的位置。
号、七号这边放了三个甲基上，放了三个甲基上。如果你的沟通更复杂，这地方还放了其他取代星，那也是一样的看法，也是一样的看法。各武器写出来，然后我再去做命理，再做命理的，慢慢从那边看下去嘛。这个特殊的这个结构，那像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结构，对不对？我们先把主链给抓出来了。它呢会有一个最小主链是1234678，把这个八个抓出来之后呢，它有几个取代机啊？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取代机，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写它了。它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名称呢？它有怎样的名称呢？有四个取代机出现，分别在什么位置啊？二号有两个，三号有一个，六号有一个，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是有个2236 ，Petra Maslow。然后呢，在四号的位置，这个多的取代机是 Maslow， 就叫 ISO 多比，它叫做 4ISO 多比。主链呢是一个八个碳的碗内。叫做 OK。 好了，我要开始帮他做这个顺序的排名的。一排下去呢，发现Petra Maslow， 那我要看 P 哦 ，ISO Tobio， 我要看 I 哦。所以呢，照顺序排下去，应该是 I 在前，这个 P 在后，这是运气好，刚好是对的。但是呢，一般我们在排顺序的时候，这个 T 可以选地方是不看顺序的。我们真正在看你的这个 alphabetic 的这个 order 的时候，只有看到谁，看到这个 H。一般的这个字母就是你的个数重复哈，这个 die 啊、try 啊、H 啊，这是不算进去的。那哪些算，哪些不算呢？全部呢，你的 ISO 算进去，你像这个 set 那个不算哦，只有 ISO 要算，是一开始就给你出来。所以刚刚 ISO 这个 I 要算进去，只有它。然后呢，你那个 have negative 的 prefix， 就是像那种 NVIDIA 啊、NVIDIA 这一种表示它的那个形状的，不公平呢？为什么说 ISO 算进去 ？N 跟这个 term 都不算进去，哦，就 ISO 算进去，其他的人都不算进去，不算进去怎么办？我都是看中间这个 B 的部分，看这个 B 的部分 ，NVIDIA 还是算。然后呢，你如果要帮他去做这个多个取代性的这个整合在一起去看它的时候呢？这个 die、try、patron 都不能看进去，都要跳过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那个取代机，它是一个 term、unio、一个 isobio、跟一个 trimesio， 在同时在这个层面上，这时候我要帮他做排序，这是一个226，这是一个四，这是一个五。好，无论如何，我放到一个主页上面去，我要帮他做这个化学名称的书写。我还是按照字母顺序要排序它哦。可是呢，我排序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它？以这个来讲，这是个 video， 我要看 B。ISO 部分我要看 I， 百媒体部分我看 N。原因就在于呢，只有以行动这件事情，只有 ISO 的这个 I 呢被采集，其他这个 Video 啦，这个 Third Video 啦 ，Sec 这个不算进去。凡是形容这个数字的呢，这一些 Die、H、Try 这些东西都不算进去。这也是名称规则，因为呢，它最终算不清楚，一大堆 D 的，你要怎么去算它？这都不算进去，只有 I 算进去而已。这是经过了很多分子结构出现之后，大家才慢慢去检讨你的命名有没有哪些缺陷，再慢慢讨论出来的结果，要这样的命名，你才不会一个化合物写出两种结构，或者是一个这个名称画出好几种不同的结构，化学结构。好，前面跟你讲的是这个强烈的这个管状的分子哦，它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结构。还有它的一些名称哈，还有包括命名的部分，这个我讲再多都没有用，你要去练习，你要去练习，好，课本很多题目练习，好，要练习一下，怎么去把
零成本结构怎么把结构转成？我们将很多取代计算机之后呢，将来呢，我们就可以放学的时候的这个结构转成。但是在你们这一次考试里面，会有，就是第一次考试里面会有把它这个结构要把它转成，还是基本它没有提到取代计算机，只有基本，所以这时候你们要懂怎么把这个结构转成，这是一定要会的。好，到了这个结构上慢慢再往下推呢，进入了这个环状的这个网链的分子。虽然它不饱和键数，没有不饱和键，它全部都是饱和键，但是因为呢，它形成了环状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把它的头尾相接了。它实际上多出了一个不饱和数，对不对？以前我们学过它这个不饱和数，但是它是没有不饱和键的，它没有不饱和键哦。这个不饱和数的这个成立存在之后呢，造成了这个所谓的环状网链分子的这个结构出现。它的结构我们跟一般的网链分子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它结构中呢，我们待会在这个黑板上面画画给你看，这些都是各种的环状分子、环状网链分子，它的彼此这个结构作用力，它跟这个系列结构很像哦，为什么很像？它没有那么高的这个 flexibility， 它的这个自由度比较低，什么意思？它不能够每个键都是有旋转，因为头尾相接的，它的键呢已经被固定了。Rigid， 它只能够做轻微幅度的这个调整而已。我们要用一个这个模型来画给你看。所以呢，我们现在讲简单的命名而已。如果呢，它是一个三个碳合起来的，一般我们讲三个碳的这个环内分子，我们直接命名做 propane， 对不对？如果我把它环起来，则我们把它叫做 cycle propane， 我把它叫做 cycle propane， 一样的。如果这个 cycle propane 变成这个取代值，也就是说，比如。我有一个分子在这里，长这样。长这样，这个呢，它跟一个取代器很好。这时候我把前面的分子切，我们就把三个口片擦掉，变成是一个。它给它取代器用，它给它取代器用。然后呢，你延长你的这个碳数，从三个变成四个，它变成是一个环冰网，叫做 cycle propane。这个环物网就变成 cycle propane， 一样，这个简单。往下去延伸下去，就是把碳数正常的往那前面那个 cycle 就好，加一个 cycle 就好。它的分子式呢会少二，很简单。本来末端我各有。三个氢的，你把它给串在一起的嘛，对不对？所以其中一个键呢，就分享给了另外一个碳，就少了一个氢，所以你是有氢的，它就是一个不饱和的数。这些这个分子的这个特色哦，这些无论是线性的这个 non-cyclic alkane， 我们称之为是非环状的这个环链分子，或者是这个 cyclic propane， 这个 cyclic alkane。它们特性都很类似，它们都是 nonpolar 的这个分子，没有极性。为什么没有极性呢？它所有的结构都是来自 CH 键结。CH 键结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 nonpolar 方体，对不对？它们的电负度非常接近，键结很稳定，不容易产生这个离心键的出现。所以你将来在化这个反应机制的时候啊，教你反应化学反应的时候呢，你要非常小心的去看到，不要有那种。碳氢键突然转掉，然后氢 H 不飞出来，这种情况怎么发生的？你讲咖啡豆不能下去，你到家庭的角度。在此之外呢，你很少拿到这个。会不会 H 不的出现？会。当我们教你还原的时候，你拉出的时候，有一些试剂呢会利用 H 不来做反应。可是，一般我们在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当中呢，你是不会看到 H 不 ，H 不非常多，对不对？除非你。不能够被其他的因子给挡住，通常需要是金属的。好，我就开始把它再去。好，这些 alkane 呢 ，cycle alkane 呢，它是 nonpolar 的 structure， 对不对？然后呢，它们相对来讲是很低能的，是惰性的这个分子的这个性质啊。它的这个沸点跟它的这个 melting point 啊，我们熔点呢，非常它的 melting point。你的分子量越大，代表你碳数越多，代表呢你的这个接触的面积越大。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跟它这样有关系啊？我想我们这里教你的，什么叫沸点？沸点来自什么作用力？分子间作用力。什么样的分子间作用力 ？Non-covalent reaction。
相对于这个没有极性的分子来讲，它哪来的分子作用？它不会存在氢键，没有氢键的可能性，对不对 ？No hydrogen bonding 功能 ，No hydrogen bonding effect， 没有可能。主要来自 dipole dipole interaction， 没有 dipole dipole interaction， 没有。有没有这个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就是所谓的 trap 效应，一个带电荷不会出现这种 electrostatic， 所以只剩下一个可能性，叫做当电磁的无论电散性，来自什么 ？Vendor loss 是同一种。利用的是一个 temporary induced 的 dipole， 瞬间产生的极性，对不对？当我分子瞬间产生一个瞬间位移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很短暂的极性。这个时候呢，这个极性出现，你就会把一群没有极性分子，它会靠在一起。如果只是两个分子产生一个短暂的分子，这个力量非常有限，只有一克到五克，第二就很猛，非常猛。可是我若有一群，它就有很强的作用。所以呢，当我的分子是增加，我的分量增加，分子增加，表示我碳素增加的时候，我的分子越大，我是不是产生相对位移的时候，能够产生的瞬间的这个极性就越大。所以当我的碳素增加的时候，我两者之间能够产生的这个瞬间加速的时间会拉长。互相产生的这个极性会拉长，时间会拉长，会产生比较好的这个交互作用，所以我的沸点跟我的这个 melting point 都会上升，就是熔点都会上升。好，这个 cyclopropane 的一些这个命名的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是一个这个跟烷类分子很像，一样两个方式，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主链结构，跟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换成替代性的这个结构，它是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个分子来讲，它是一个 cycle pentane， 是一个环固烷 cycle pentane， 里面呢最主要的这个结构就是 cycle pentane 这个结构，我们看嘛，最高的，你不会把这个 S 有当成是一个主链结构，好，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碳基交叉的主链结构，所以呢，你的主链叫 cycle pentane。然后呢，它有一个取代性在 S 的位置，在 S 的位置。你现在有没有需要放 E 或二啊？没有需要，因为呢分不出来 E 或二，它就是生成上某一个碳拉出一个 S。你写一二乘三十五，放那个值，放哪里的值？所以什么时候出现所谓的一二啊？当我过个取代性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二的位置，才会出现一二的位置。所以呢就往下看，当我取代性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个你要开始把这个放进去的这个顺序呢排列出来了。比如说，如果呢你看到是左边这个结构，这是一个 cycle SM 环物烷，环极烷的这个分子，两个取代性，一个在我们名为一号，另外一个什么一二三，它两个是一样的是三啊，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无所谓。所以两个一二三都好，但是要写出来的分子呢，主链叫做 cycle SM， 两个取代性都是甲基叫 dimethyl。位置在哪里？一三，你老师，这个需要写一三吗？当然需要。你不写为什么是一二、一三还是一四？一二在哪里？甲基相遇。一三是甲基间隔的位置，一四是甲基在对面的位置。所以你当然要写出它的位置出来才知道。那这边会不会有以前所学过？你说黄老师，下次我们做很简单啊，以前学过什么叫临间论，对不对？当然会。临间论在哪里？在芳香烛光上。在环状分子的时候，必须要对它做密闭，要做一个产生，这样子密闭方式，要做密闭方式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下去哦。如果呢，你一个这个三角形的结构上面呢，出现三个取代基，它到底是以它为主还是以它为主去算的？这就不一样了哦。你如果是这个这边把它当成一的话，你会写出这个 one dimethyl three acyl cycle SM。一般当成这边是一对三，这边叫什么 ？One acyl, three three dimethyl。那我们讲过啊，一个化合物不会出现两种化学名称，一个化学名称也只会出现一个化学结构。所以呢，按照这个规律下来呢，你要把那个当成一，你要把取代性多的那个当成是一。你这边这个来讲，这个两个配氢取代性，这边只有一个配氢取代性，所以这边算是三。这个也不是用你的这个法律去算它。那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一个真的需要用磁力要排序它的？再测试一下，如果它是一个环丁烷 cyclopentane structure， 有两个取代基，一个带甲基，一个带乙基，那到底是甲基当一还是乙基当一啊？
意思啦，对不对？两个态度只有一个取代性而已啊，两个立场是一样的、啊。然后你也不能够说这个叫短，这个当一，一个什么当二，不行。这时候用谁来判断？由你的自主权来判断。这个时候呢，这个是 A 使用，这个是 B 使用，需要 A 使用，因为 B 在 M 的前面 ，A、B、C 就往下算，所以你还是要去背你的 A、B、C， 背到自己不能背错，背错了连有机会错。所以呢，你要把它背下来，你的 E 呢要写成 E， 你的 M 要写成 M， 所以这个是一个 One S U O U N S。两种算法，你可以往这边算，你可以往这边算，对不对？往这边算变什么？一二三四，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要让我们的取代期越早碰到越好，所以你要让你取代期呢集中在越容易碰到下一个的地方为主。好，所以你就是这个算法，我不会再说了。好，这是在命题的部分哦。那画给你看了，你如果把主变画出来之后，这个主要的这个你的这个 cycle L 点的部分呢？不是你的主变，你要用取代器来看它了。这时候呢，你就要把它写成是一个 cyclophobial A 等于是 wire， 等于是 wire 分子代词。所以主变被投出来之后呢，这是1234567810，上后写一个 massive， 下后写一个 cyclophobial。所以呢，我跟大家来看它了。这个时候呢，你要把 cyclophobial 跟 massive 去比较，谁摆前，谁摆后。哎，你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是刚刚有讲，这个除了 ISO 之外，其他的呢都要去看它的字母数据，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 P， 这个是 A， 又是 A， 然后后面。那为什么这个 C 摆到前面来？哎，这个有点意外。Cycle 的 C 只算在里面，所以你只需要算两个，除了你的 Massio、ASIO 这一些主要的人结构之外，只有两个字母，一个叫 ISO， 一个叫 Cycle， 就这样。其他无论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结构的这关机啊，或是其他的这个什么带啊、串啊、可以串，通通都不算。你看到不是在讲夹、引、丙、丁、部这种东西的，就这两个不要算，一个是 ISO， 一个是 CYCLE， 就这两个东西。记得这件事，就这两个，没有其他地方的，就是 ISO 跟 CYCLE 这两个东西。还听清楚了哦，除了这些主要的加一里面，有 Massio、ASIO、Popio、Butio、Pentio、Hastio， 这个 Happio 这一些之外，唯一要算到字母数据的，就只有 ISO 跟 CYCLE 这两个形容跟形容它的形容，其他的通通都不算，加通都不算，你不用去比较它的字母数据了。到了环状分子之后呢，有一个稍微有点复杂的地方。这个分子呢，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取代性的这个形状的问题。在 cycle 的 LK 里面呢，当我相邻的两个这个取代性呢，它会有所谓上下的问题。如果呢，它两个呢是在这个管的同样的方向朝着你来的，我们叫做 sys， 你叫 sys， sys 这是也代表是什么同向。然后呢，在环状系统里面呢，如果是这个相反的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 trans。那如果说老师很奇怪的，那你刚刚这样子写出来之后，比如说我这样子写，那这两个到底能不能算是 trans？ 这样也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写出这种形式？为什么？因为这个线就是旋转，它是转转就变成是方向。这个线能不能旋转？不能旋转。为什么不能旋转？它是被绑死。我们到里面看这个三角的三角模型，你要知道说呢，它的形状实际上是可以固定，你没办法叫做自由旋转，你只能怎么样，刚整个环上下翻，只能这样子稍微动一下角度，你没办法让它这个单键子旋转，转不过来。所以呢，只有在这个三角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旋转的 action 里面呢，只有在环状的分子里面，那个所谓的 system change，system change， 那这 system change 的主要过程当中呢，是我到一个报纸画给你看它，但是呢，信息的分子。同向的我们称之为是 sys， 反向的我们称之为是 trans。OK， 我们再进一步看到这些环状分子的这个稳定性啊，五环六环最稳定，为什么呢？待会给你看啊，你要画结构给你看，解释为什么它是稳定的这个结构或者是。不要忘记了，即使它是一个五环六环的结构，它的每一个碳都还是 sp3， 都还是 sp3， 所以呢，它的角度呢，都还是希望是要接近109度。如果它的结构的这个构型的形状呢 ，B
经过了它没办法是接近的一个能力的时候，这时候出现一个额外的这个排斥的力量，不稳定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叫 angle strain， 叫 angle strain， 叫脚上力，脚上力。这脚力怎么来的？来自本来它是一个流米，可是呢硬要凹凹凹，把凹到90度，凹到60度，就非常不稳定了。这老师怎么发现60度的现象？好，就发现。OK， 你说是一个又三角形吗？它做三角看啊，你要环起来怎么可能把画形画出一个100多度的三角形？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当我把它拉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产生一个很特殊的力量出来，就把它称之为是一个脚张力。等一下我会用结构来复画给你看哦，不用担心。但是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好，然后呢，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分子呢，会有一些它特殊的这个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一般而言哦，这个常见的这种分子呢，它的这个沸点呢，都会比接近分子式的，就是它的分子量是一样的时候，常见的都会比这个有分子的呢来得再高一点。你要想象一下，对不对？越常见的，它的沸点的这个温度怎么来的？来自于分子之间互相靠近产生的那个分子。所以跟什么关系？跟它的接触面积是有关系。接触面积越大，我产生的 temporary 的这个 dipole 就越大。当我是有分支的时候怎么样？你可以想象，本来像一条线，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像一颗球。好，如果想象不出来很简单，你如果把一条线，把很多很多的线全部把它缠在一起，你要把它拉开，是需要一点力气，对不对？它会交错比较多嘛。你如果把一堆球全部把它弄在一起，你手掌不它就掉了。那种每一个球跟球之间接触面积是。它不是一个面对面的接触，它是一个点对点的接触。所以当我的分子越多的时候呢，我的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就越强。当然，我刚讲线跟球跟这边是不一样的，线跟球关系到它的摩擦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讲的分子里面，它的摩擦力来自于它的你所产生的分子间交互作用的这个瞬间的这个金属的力量。但是想象得到它的这个概念就来自这个很微弱的这个被控制的作用。所以你可以去预测得到它这个分子。那你如果是一个 even 的这个 number， 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偶数的跟奇数的这种数目式的这个完美分子来比的话，理论上呢，你偶数数目的它的排列顺序就会比较匀称，接触的这个也会比较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 melody 它的这个 painting 的这个方式会比较好，所以呢会越高一点，相较这些奇数的时候会越高一点。我们有给他讲，我们有一些指示放在上面，你就上去看一下它。但实际上就是跟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它的分支所产生的这些堆叠啦、啊，还有它的这个分子功能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这是一些基本性的告诉你的。在投影片里面哈，如果你有拿到投影片的话，后面还有很多投影片，但是呢，我不会讲它了，我们开始用画的方式我可以介绍后面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去参考，你不要看到可以看，但是实际上它盖在。我们到底要讲的这一面，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开始延续的上次演讲的 SM， 要开始往下面介绍。
同样颜色的这三个，以及同颜色都是这三个取代基，这三个的键角能不能改啊？不能改啊，那就是一个就出来用啊，怎么办？你要把它拉靠近吗？折它吗？折它吗？不可能哦，这三个能不能改？不能动哦。所以能动的是谁？这样子的旋转。所以你能够让结构产生转变的是谁？是我经由这样的旋转，让前面这半部分、前面这半部分、后面这半部分之间取代机产生角度差。为什么产生角度差？这个键节，这个键节分别代表什么？代表它是一个方令轴。当你的手互相靠在一起，产生一个差距，对不对？所以两者之间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西塔角。这一条就叫做西塔角，这西塔角就是一个两面角，是一个两面角。这两面角呢，代表是什么？产生。一个所谓的 torsional strain， torsional strain， 所以什么叫 torsional strain？ 指的是什么？我前后两个互相靠近的电子之间的电子互相排斥，什么意思？这个键节跟后面这个键节，我经由旋转产生各式各样的西塔角，对不对？如果我两个慢慢靠近，从角度来看，这两个是不是角度越加越近了？这边两颗电子，这边两颗电子会产生排斥力，其实表示它的结构就变得不稳定了。我再一次转到这边来的时候，对你来看，它是完全熔点的，这表示什么？它们两个力是最大的，你两个靠近后面这里的这个空间是最明显的，对不对？然后呢，我再转，就可以出现其他不同的。照这样观点来看它的，这个地方怎么去选呢？有三种很重要的结构，对 SN 来讲，第一个结构
当我这个四大角等于六十度的时候，这个都是最稳定的。它每个都错的最开，都是大家都一样，都是六十度，就是这个样子，都是六十度。我无论怎么转，转出一个角度之后，这个角度呢，它只要呢是介于零度跟六十度之间，它呢都会产生什么排斥力？这是不是最稳定的？每一个都离得刚刚好，一个都六十度角。我无论怎么转，转一点点一样，都会造成什么？其中两个变靠近了，所以它的稳定性就开始变差了。为什么？因为偷数的时间变大，对不对？为什么偷数的时间变大？因为呢，两个佛种呢开始很靠近，产生了什么？这个 bonding 你的手跟这个 bonding 你的手互相靠近，产生一个电磁排斥力。再转到我的四大角呢等于零度的时候，可是什么？完全重叠，表示它是完全重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排斥力跟这个排斥力，每一个都是一样重叠的，这个时候力量是最大的，对不对？具有最大的这个 torsional strength。所以这个排斥力是哪里啊？两个先互相靠近，事实上是什么？指的是 2CH bonding electron。两个碳氢键的这个电子对呢，互相太靠近，才产生的都是什么产生？各自有各自的名称哈、哦。这个最稳定，这是 most stable structure。这个我们称它为 stable， 是它的名称 ，stable structure， 错开来的。这个名称呢，它是 middle 介于中间的，已经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呢，这个名称我们称之为 school， 叫 school， 它有错误，它有这个一些这个夹角出现。然后呢，这是最不稳定的。它为 eclipse， 这时候它是 eclipse， 两个是完全互相重叠。所以呢，它的这个判断的方式呢，可以请我后面这个西大角，用这个西大角去决定的。这西大角叫什么？这是一个这个带一种 angle， 这是一个两面角带一种 angle， 哪两面？这个碳氢跟这个碳氢之间都产生了这个夹角，这个夹角。所以它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哦。
再看一次哈、哦，分别呢，它是最稳定的，每一个 CH 的帮子都是错开了在最大的线角，都是60度，这叫 stable， 这叫 stable。我开始去旋转，无论这边转或是这边转，一定会造成这个两键节呢互相靠近，产生多个电子排斥力。哪两个电子排斥力？大家清楚是哪两个？这个键节跟与它靠近的这个 CH 键跟这个 CH 键。这边是一个角度，这边是一个角度，是这两个加角都是叫同一个。那你注意了，这边是一个面，这边是一个面，所以呢，你会看到中间加了一个角度，中间加一个，中间角度看不到，但是加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呢，是所谓的两面角，对不对？我两个互相靠近，越靠近的时候表示什么？我这边的电子跟这边的电子越靠近，电子跟电子互相靠近就产生排斥力，所以呢，这样子就会变成物理。这就是你在讨论这个。分子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哈，你要让它的排列呢，尽量排列在抽出圈是最小的这个状态，抽出圈是最小的状态。这是 SN 很简单哈，我们再往下看下去。如果今天结构呢是一个 propane， 在这边呢，我们都会用这个 Newman 的 projection 来跟各位介绍。propane 呢，它的结构像什么样子啊？三角公寓的，是长这样。这时候呢，我把我的眼睛瞄准在其中一个碳碳键上，瞄准在其中一个碳碳键上，我要来看它。我便给你们去逛，我便给你叫紧张，你来看图片。我便给你们去当练习，直接看图片，比较困难一点，再多画一点，看图片。我便给你们看变形，好，三个看图片变形。我们现在看这个比较多结构的图片，再多画一个看呢。如果是一个 propane， 那我该怎么来看这样的分子结构？我们来看它哈、哦，我们把我们另外一边来看它，旁边的取代基呢变成是什么？这个碳旁边呢一样有三个取代基，一个是氢。一个是氢，一个是甲氢。我眼睛从这地方看进来，化成是一个氯的混合物。化成是一个氯的混合物，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构？我把它用不同形状来标出来，好帮助你去判断它。前面的眼睛看过来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个取代基的问题呢，我们橘色的来画。然后呢，我的眼睛呢，从这个方向看过来的。画这个左下角，从这边看过来，看过来之后呢，你可以画出你的第一个构型。这是前面这个碳。这三个不能改变箭角的嘛，永远都是它该有的结构，对不对？你从平面看过去，它的角度呢，呈现是这个角度。然后呢，后面的那个碳，后面的这个碳在哪里呢？跟它复位的方式，画出来的第一个结构，这也是图片最稳定的结构。
怎么看的呢？这是一个图片，这是一个图片。你的眼睛呢，从它们中间那个镜子看进来，所以呢，你先看到的结构不是画面，就是画面。看到了吗？前面这个蛋呢，左右两边是放青，后面这个下面这个垂直的是一个假青。后面这个蛋呢，垂直的是假青，左右两边是青，会不会动啊？会动啊，它可以这样子旋转，一直旋转，对不对？好啦，我们来看它，这个为什么是最稳定的？第一个，如果是 SN 的时候，曲面都一样的时候，这叫 stable， 对不对？这叫 stable。可是呢，这个 stable 的这个构型里面呢，你可以把它叫 stable， 你也可以把它叫 stable， 这是 stable 嘛？每个角度都做出啊。可是呢，当你处在这个波位的时候，这样子的结构形状，我们称之为叫 AI。叫反向的，这个跟这个是反向的。为什么刚刚那个不能讲N台啊？它每一个都是青啊，那我懂。你怎么也是N台？这个结构是花园台，为什么花园台？这个甲基跟这个甲基是在完全反向的，这个叫做N台，这个叫做N台，对不对？所有的 torsional chain 都是错位，这个跟这个，这个跟这个，你看看就好。这一个跟这一个，这一个跟这一个，然后呢，这一个跟这一个。都是错位的，都是错位的，没有问题啊，这叫做 A 塔。下一步呢，我们要旋转它的，怎么旋转它？我们一样，如果我把它摆成是下面这个，我如果转，转一个角度，这转是六十度，对不对？我开始转它一个角度，我开始转它一个角度。这个时候呢，它两个互相慢慢的靠近，它开始慢慢互相靠近。靠近到这个时候呢，可以称之为是一个 eclipse， 是互相重叠。对不对？我在旋转，我在旋转，又旋转出来另外一个像 stable 的形状。那这是我们叫 stable， 这是我们强调的是 watch。为什么 ？stable 指的是所有的球都在一家。这叫 watch， watch 什么意思啊？我的 torsional strain 理论上是一样，可是呢，我旁边的曲干筋，因为旁边曲干筋不同，所以呢，这两个大的曲干筋。虽然他们之间的 torsional strain 是在 stable 的位置，差六十多位置，但是这两个，你会发现两个特别大，特别大有什么缺点？这边有一大堆的帮你的球，它自己本身就有三支 C S 键，它带有一个这个野球，对不对？上面这个取代器呢，它也带有三个心理键，它也有野球，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动在一起，会出现一个大的排斥力，这排斥力哪里来的？一个呢？是来自一个，它我包括的它是一个闪失两边，一个是他们两个它是一个是什么？这一个加上这一个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大基本，这个大基本互相靠在一起之后，它上面所带有这个旋转嘛，这个会旋转嘛，像我跟你一样，就是这个会旋转，对不对？这个也是会旋转。它旋转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看清、看清、更看清、产生很大的排斥，这个叫 stability， 叫 stability。叫地理障碍，所以这是你们在学有机这个概念讨论的地方。整个环境结构里面，它的结构不稳定性还是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我要看你们能不能取代机这一支主要的取代机的这个碳氢键或是碳碳键所产生的帮你的这种化学，以及呢我的取代机本身所带有的这些物理的键结所产生的变成的，所以会有多少的作用？这是我们讨论到除了青春在青春上的作用，所以我们开始要画它了。开始去旋转它，来旋转它。你把前面这个做一个这个偏转之后呢，它会形成什么？转六十度角。前面这个转六十度角，你再画出后面这个能不能动？
你会得到第一个这个不稳定的结构。这个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一份子。这是一个子结构，对不对？它前后都是重复的，前后都是重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它旋转都是不一样的。中间这个碳碳键，我们往左边旋转，这个前面这个呢是往这个顺时针方向旋转，都是不一样。顺时针方向进行直行，再转过来，我再调整二十度角。上面这个不动，后面这个是不动的。这时候回到这个像 stator 一样，你的不错就是不错，你的错就是不错，但是呢？这两个甲基呢，互相靠近，两个大基转互相靠近。这时候呢，我们把这样子的结构呢，称作的是共。这是一个共生双生。两个大基转，两个大基互相靠近，这称为一个共生双生，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呢，再旋转就是
产生的，在一个这叫立体效应，就叫一个立体张力，立体的张力。最多有两个哦，这边大家最不稳定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来自于你的。然后呢，这个也不稳定。可是呢，这个是来自一个很强的 Gaussian chain， 但是呢，比较弱的 Steady chain， 对不对？那这两个是比较稳定的 Gaussian chain， Gaussian chain 这两个是比较稳定的，都是互相错开来的。可是以这两个来讲，它相较它多一个什么？这两个夹心互相靠近，所以呢，这两个夹心会带来一部分的。
往左边转跟往右边转的话，这个事实上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今天画的画法，你们去落实那个剖片的时候，一定比这个好画。但是呢，你画出来的时候有点问题，你们会开始想说，哎，奇怪，为什么转前面不转后面？可以啊，你可以转后面，看你怎么画，让你觉得画的不错。看你能不能两个一起转，也可以啊，两边转，你可以转出后去，跟这个平台都可以。可是你固定一个转另外一边，你比较好去画出完整的，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规则配比较。一个分子之所以会稳定，之所以会不稳定，当我建立这样的分子之后，每一个分子呢，它被强迫，它的每一个键角，每一个 sp3 都希望是第一个稳定。那这个分子，它有这么多的摆法，它可以再去旋转，它可以一直摆法。这个以这个态来讲，旁边这三个相对位置能不能转？键可以转，可以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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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它可以这样子转。可是这两个的角度是改变的。这两个角度是改变的。好，你问我说，老师，那你从中间看，你这样中间看，我能不能从这样看？我看这两个，看这个大小东西。可以啊，可以啊。问题是，这样那个比较呢，不能够停到最低的。为什么？从这些看的时候，你很大型的，看得出来，就到最低的。你这样看，看出这样结构里面，这个结构要这样子看才有。但是你不考虑这个的时候，这两个我要自己做。还有要自己会这个互相。所以呢，当我请示的是这两者先关系的时候，这样子，因为呢会出现两个取代性，这样子就才会多产生一个重要的作用。结构画给你的哦，我们就重新来看一次这个整个过程。这是一个丁烷罗摩古片的结构。结构上呢，你不能够转换任何的单相键、单相键，但是呢，旋转是 OK 的 ，allowed， 对不对？我还有旋转它，所以讨论说这个结构怎么放才稳定，怎么放才稳定。我看那个结构的时候呢，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你的不稳定是在哪里？你的不稳定是在哪里？所谓的结构中的稳定跟不稳定，它是哪里？来自你的电子的反应，是从以前开始到现在的，对不对？成立的电子扮演电子。当你能够呈现稳定的时候，是因为两个电子拉着你的原子会向到中心，呈现你在能量的影响。可是当我的呈现之后就。靠近另外一个神经元的时候，这时候电子跟电子还是力会让整个结构产生电子的力量，因为每一个键子都是两个电子，都是代表两个负电荷的存在。所以我当时让我变成是越挫害越弱。说为什么要挫害越弱？这不是 ESEPR 的基本原理吗？要让你所有电子都要挫到最大角度吗？那我的分子也是一样。好，所以呢，如果我说概念之后呢，我画出我的定位，我就知道我要先这样子产生最稳定状态。为什么？我所有的前后，这一个对这一个，这一个对，这一个对这一个，然后这一个呢，相对下面，啊，上面这一个，都会出现六十度的夹角，是前后是六十度，这是最稳定的高旋值。好，我开始旋转之后呢，转六十度出现了 eclipse， 出现了 eclipse。这个时候呢，这个一个出现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排斥力，来自哪里？来自前后这两个键角，这两个键角之间的冲突，产生多一个排斥力。加上呢，我这个甲型本身上又带有三个单相键，也就多一个电子对啊，对这个氢呢也开始产生排斥力了，就会增加两种不同的作用力，不稳定了。我在旋转过来之后呢，又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为什么？我的波形是有点小，每个角就是我的这一个呢，比其他的比较小，所以这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对不对？再往下看，我再转六十度之后呢，哇，它又全部波形全部在一起，又非常不稳定了。更惨的是什么？这两只还大，这个八皮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小 T 群，还互相靠近，所以除了这两个重叠之外，这两只自己的三个 CP 键结还会互相排斥，它会互相排斥。为什么排斥啊？每一个它能够带有六颗神经元左右，这个它能够带有六颗神经元，这两个都相排斥，所以增加了很强的所谓的这个 stereo， 这个 stereo state 立体的这个张力，所以这是一个最不稳定的能量的这个状态的结构，你要画得出来哦。所以很简单的，你画出这样结构的时候，你们把它转成一个那个所谓的这个 soho 双球，简单啊。这个怎么画？
看看上去，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是这样子。这是画师说的。而且如果把它画成是这个 perspective function 都可以。转的就是度，是变成 phase。
个新手代表的能量最不稳定的是二号，好三号。再转的就是不角，它是变成 stable， 变成 stable， 都休息都降低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所谓的 Doge。在旋转，就转成了一个 Crest 的状态，所以这个最高点是哪里啊？叫
当你对预期哪一个结构跟三度有不同状态，所以随着你的温度增加，这样子的，这也算是一种错误嘛？我们是做这种叫什么？这样子的 AI 啊 ，Face 啊 ，Bosch 啊，或者 Face， 我们叫 Automation 开始，对不对？结构跟分子是一样，可是呢，它这些有自己结构产生的变化，这些 Automation 它是会关系到它的变化。你只要能量足够的时候，就是在中间是随意向转换，随意向转换。当它给一个能量比较低，比较不够不足能量的时候，它就会到它的状态，在变化变化。OK。所以这是在讲这个有限离谱电位因素，这个去描述整个过程。你们去呢，可以自己试着画画看，把火片给画出来。你的课本里面有火片的，因为画画看过去对照课本画的跟你这个画的是不一样。你画画出来之后，可以看你的样子长得不一样，然后去了解每一个光度的生成是来自什么样子的这个还是不稳定的因素。好。先上到这边，那下次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那个环状的结构了。那所以左半天都没看到啊，这个环状结构给你看一下，这是一个 cycle SA。我们刚讲过，到了一个环状分子的时候呢，会有所谓的 cis 跟 trans， 对不对？你这样来看，这两个黑球叫做 trans， 这两个球叫做 cis， 这个在这个平面的反向，这个在这个平面的反向。你再怎么旋转它，这两个反向的都不可能变成反向，只会产生角度上的差别，对不对？它只会互相靠近或互相远离。为什么？这个环境没固定住，你这根线没有办法自由的旋转。所以呢，只有在环状的时候，你能够产生 cis 跟 trans。当你释放一个这个。线性的时候，好像说这两个是 trans 啊，旋转的，这个叫 cis。所以呢，在线性结构里面是不出现 cis 跟 trans 的事情，经过旋转就回来。但是在环状结构当中呢，就很明确的，你再怎么转，你也不可能让两个结构先产生转化，两个这个取代性。好，这是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未来这个问题。下次呢，我们就开始给你介绍这个环状的这个分子，你要怎么去这个讨论它的这些稳定跟不稳定的能量态，你要怎么去画出正确的这个环状分子、环状类的这个分子。好，我们上到这个。